黄小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，只是说王铁锤的刀法呢更加凶残。我们来看这边竞彩实战，对杀的也是非常激烈。开局呢选了一个柔性布局，仙人指路，黑棋呢筑底炮，红棋架中炮，黑棋补三象，红棋呢选择了一个跳边马，跳边马呢就削弱你这个筑底炮的这个威力，黑棋。上马，红棋上马，黑棋呢选择出车，红的呢请三兵，黑棋平边炮，红棋呢平车，黑棋选择了高车巡河，以后啊就准备对卒了。红棋呢标准化动作，你一高车就出车给你腰对，黑棋平车。红旗上马一踩，黑旗呢再抵住，那红旗呢就选择这个高炮。你要是不走这个平车，你要是走个车四进一来捉呢，红旗啊它也是选择高炮。你要是吃兵呢，它就平边炮打一下车 高炮之后，下一招就有平炮打车了。而且呢还有这边平炮打车，黑旗呢就拐角马。红旗呢，进车来捉，黑棋补一手士，红旗呢再拆中炮打一下车，黑棋平中，红旗呢先补一手士，黑棋边炮发出，红旗呢再连象，黑棋出车，红旗呢选择卡住象眼。卡住象眼，为这个大战做好准备。黑棋呢平炮，防止啊红旗马踩卒，踩着车踩住象 那红旗呢平炮，准备啊进炮打。黑棋呢就冲三卒，那红旗进炮打象，黑棋上马保住，红旗呢。再进炮来打，这个炮一打就不得了了，抽车。黑棋呢就赶快退炮打车，红旗呢车退两步，黑棋冲卒。黑棋呢这个冲卒弃马，这也是被逼无奈，弃子抢先。因为你要是把这个马呢退回来，那红旗呢就兵七进一了，你这个车五平三一吃。红马呢，跳进去以后呢，再马五进七，那这个黑棋呢，光剩被动挨打了。那红旗呢，把马打掉，黑棋把车一吃，红旗踩回来，黑棋呢继续上马 黑棋呢也是毫不手软，准备呀、进马来攻击这个红旗。你要是走这个车五平八。你要是走这个车五平八来捉炮，准备啊再来捉，那红旗啊他就会选择一个士卒，你再上马呢，他就弃炮轰你的象，弃环一子得双象，那明显的红旗大优。那红旗呢再冲兵，冲兵呢就好棋，就隔断了你这个车路，黑棋呢就平过来抓马，红旗呢选择了一手跳边马，黑棋呢。高炮，那红旗呢进车，黑棋退炮又打，红旗呢在这里啊选择红象了，红象之后黑棋选择出老将，那红旗呢踩掉，大胆弃车，你要是吃掉车，可以呢跳一将。黑棋选择进车，你要是不进车，你要是选择这个吃马，那红旗呢就退车吃马。你把这个一吃，他把一吃，弃环一子之后啊，也是红旗占优。跳进去。
黑棋呢把马吃掉，红棋呢平炮，红棋呢是炮平到这边，平到这边之后，黑棋呢也来一个弃马踏象，你要是一象，他用车一吃，准备呀、啊、底下给你拦门弓。那红旗呢也没手软，飞掉，黑棋吃掉，红旗呢就选择进兵。你现在对着炮呢，你不能下敌门弓了，那就平边上来。那红旗呢出帅，黑棋来一将，红旗呢上帅，黑棋呢往下冲卒，双方啊对攻进入白热化，红旗推炮。下一招啊，他就回马将，你老将进中再平中将，黑棋选择了平车，红旗呢推一手士，黑棋来一将上三楼，再来一将下来，你这个车卒啊将不死，然后呢他选择了打士。那红旗呢帅进中，黑棋平车过来交换，红旗呢平过来打象，那炮啊准备弃掉了，准备打象一将，你上来然后再回马一将。那黑棋呢选择了一手肥中象，红旗呢只能交换了，黑棋吃掉，红旗呢再平车，黑棋平卒，黑棋平卒之后，红旗这个帅呀、啊、太高了，赶快下来，他在吃兵，准备啊一将之后，这个小卒再往下冲，红旗呢就赶快退回来要防守了，准备啊将军给你对车，黑棋平过来。红旗来一将，黑棋老将进中，红旗平中跟住这个卒，黑棋回象，红旗呢在这里选择了弃马踏士，然后呢把卒一吃，吃完之后下一招准备杀士一将，退车，以后准备各中来给你对，红旗呢先来一将。黑棋出老将，红旗再来一将上来，然后啊他平过来拉住你，拉住很痛苦了，黑棋呢选择了一个进卒，红旗呢就慢慢的往里面平兵，黑棋吃炮，他不吃也没办法，这边被人拉住，那他来一将只能下去，然后啊退车，黑棋上老将，红旗呢先把帅啊归位，先把他自己安全了，然后呢再伺机进攻，黑棋进卒，红旗来一将只能下车，然后啊退车吃卒，红旗呢平中一将，红旗补一手士，黑棋呢也过河卒，红旗呢去站肋，他不吃你这个兵，你还不掩护这个小兵往里面冲，往下冲，杀一将，出来，他是出到这边了，出到哪边来其实都无所谓了，因为下一招他这个车四平六，这个掩护着这个小兵往下再冲，这个黑棋啊只能是坐以待毙，那走到这儿，这个狂小子啊也只好投子认父了。